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。国王威武，湖人自悟。洛杉矶湖人队在主场迎战沙加缅度国王队。虽然38岁的当家球星詹姆斯 LeBron Raymond James 上阵35分钟18秒，得到28分11次助攻10个篮板大三元，中场还是以110-125称臣。湖人队因此苦吞本季第六败，表现还强过凤凰城太阳队。国王队则是笑纳本季第六胜，战绩优于金州勇士队。这是身高6尺9寸、19次当选全明星的詹姆斯，自从2003年10月29日在大联盟亮相以来，第108次拿到大三元。湖人队和国王队在这个赛季排定交手4次。来自北加州的沙加缅度国王队已经于10月29日在延长赛以132-127险胜湖人队，双方将于2024年3月6日和3月13日再战。湖人队在5名先发球员之外还动员7名球员替补，但是全队除了詹姆斯之外，只有27岁的左撇子先发组织后卫罗素 D'Angelo Russell 得分都是双位数，现年27岁，身高6尺10寸。曾经三次当选全明星的国王队先发大前锋沙波尼斯 Domantas Sabonis 上场38分钟49秒，攻下29分和有16个篮板、7次助攻、3次超截、1次火锅，成为客队得分最多的球员。他在比赛进入到第四节时上场9分钟53秒，攻下5分和有2个篮板、1次助攻，投篮和三分球命中率都是100%，也是成为客队关键时刻得分最多的球员。沙波尼斯至今出赛10场，其中9次拿到两双。国王队的前辈身高6尺10尺的大前锋韦伯 Miss Edward Christopher Weber 在1998-99球季也曾经写下开季9次出战8次两双的记录。湖人队在下半场第四节叛命反攻，然而在中场哨响3分钟5秒，先发小前锋瑞迪许 Cameron Elijah Reddish 一记三分球破网，将比数拉近到110-119之后，从此再也没有任何建树。彭广阳，2023年11月16日。